这个老师还有我们这个讲师呢，安排给我们学习讲这一堂课。那感谢大家啦，今天礼拜天可以在家好好休息睡觉嘛，然后今天听课修炼。好，那未来就是上一堂课哈，像我们一个早上就可能在古时候休息是五年的，所以你如果上五年的研究班，啊，先我说就有600年的道心。那我们成全道心其实也没什么要紧，就是上面写说不能就是菩萨写，既然要有一个菩萨的心，啊，菩萨是怎样？菩萨有什么精神？注意，菩萨是怎样？有什么事你要找谁？找菩萨，菩萨。救苦救难哈，只要你们愿意哈，学习菩萨的心，我们白羊哈就是学习菩萨精神，不像以前的时候就是修道啊修行的时候人就是有罗汉，那他们修的是自己而已啊，那菩萨是广度所有的众生，啊我们今天白羊就希望能够广度推己及人哈，知道这个道好要跟他讲，因为只有修道。求道后跳过六道轮回，可以到天上去用来轮回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应时应运，所以只要你有心，啊，上天就会帮忙。那我们大师大小调试过了，啊，认真修三堂课，需要200的小节，啊，这样你就会比较平安。像我原来我在书那个我的外也有看到，我说前天晚上我去的那个。红色的佛堂，红色佛堂，哎，结果我每一天每个礼拜晚上我一定是两个佛堂走，只有上一次没有，我一定是这样。还有读经班关心，然后如果回来可以，我都会来看读经师，看一下，好，或是去搬到一下，我就会不知道过来这样。那我那天晚上就这里就开始。神经抽痛，我好痛！陈香就跟我说：“啊，你有解药吗？”我，而且我很少在吃那个什么止痛药，他就讲你要解神经的，治神经的。啊，就时间过了，又开始痛了。好，昨天早上就去，然后就割草了，对吧？我去看，人家去看，因为礼拜六只有早上，礼拜天没有，那就整天就回来了。啊，就吃了药，快就好了，不会痛了。我很感恩哈，哎呀，前阵子因为要帮我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啊，我想说，哎，取名字，我取了好多名字，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忙哈？昨天办三场到，然后还去那个看我妈，还有我妈妈前一天上厕所跌倒，这里缝了两针，然后听说嘛，所以我昨天去办到，是去那边走一走。那个老师就说哈，我因为忙碌。交换生病，所以就比较会生病啊，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道心说哈，后学的病来的快，去的快，哎，不晓得有没有听过？你姐有没有听过？我常常会这样讲，说我的病来的快，去的也快啊，我哈去看医生哈，有看就好，快没时间了哈，啊，没办法追那个神医也没办法。那上次那个讲不治的也是，我给补一次看一看用药就好，我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。啊，这是先保一点保佑，让我吃药都很有效，给我吃就有效哈。我们陈讲师应该比较知道。那我们成全道心哈，就是要用真诚来感动人家，真诚的心。我们对他好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给我什么利益，给我钱，给我好处，我们希望他们。大家都平安健康，然后这一家能够幸福。那当然不是我们希望，你看本身大家都要自己走出来哈。那少去心中的猜疑哈。以前我们有一个，也是道亲嘛，啊，他在社会上地位很高，然后又很漂亮。然后我们陈家在问我说，他来做什么？我说他来关心我啊。就也不要怀疑他来做什么啊，其实。
我们在道场就是要学习，要三七一十这个做法。如果人家来邀你去投资什么什么，你要注意啊，现在很多都骗人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真心的为大家修行，能够升。那我们是同修兄弟，不是只有同修，在天上其实都是一母之子哈。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，啊，给东西呀，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哈。啊，常常保持这个和气，所以家和万事兴啊哈。那像后雪的名字哈，叫怡和，也是勉励我自己哈，就是要一人一事要和气哈。嗯，那对每个人都要尊敬他。啊，讲的全是赞，都是称赞，要好的话说，不要舍不得说哈。啊，这样的人都会关心哈。那我们过去那个正讲是郑小雨的说哈。哎，不知道郑小雨是谁啊？他说哈，因为他们都跟我好多年了，这个风险已经二十几年。喂。我们这个风险二十几年，都是陪伴大家。不管是读懂班，或是他们要演讲师的哈，或闭班，或是读经班，各位大家，所有我们读经班的孩子哈，都看到他们都会拥抱，他们也看到我们拥抱。那以前有一个很可爱的，算很可爱哈，是刘展宏，他虽然很可爱，但是很皮哈。然后那个珍姐说，哎，我看哈，经理大大小小都不敢得罪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是要得罪，就是说每个人我们都要尊敬他，也是小孩。就像那个刘展宏是怎样，徐淑玉，他说比较皮的小孩。我说如果这样的孩子来到我们这个舞台，如果老师把他夸赞或是讲他怎样哦，对呀，他不会来，他很喜欢来哦。那曾经同学跟他说，我去几次就不想去，他说我六岁就去了嘞。到现在我都不会想去看去，我说是他们爸爸都没有来。如果他妈妈就是很神奇，叫狐狸猪。如果今天我对这个孩子不好，他就不要来了，他不要来跟爸爸讲。爸爸要说去到农场，农场干嘛呀？叔叔伯伯都对我不好，那他还要来吗？会来。那他爸爸不给孩子的，孩子不来，一定会影响到爸爸。那爸爸会影响到妈妈，全部家人都会出来。啊，所以我们不管是晚上，通通啊会很好的哈。那有一次啊，我就刚好这个音乐哈，就跟我们说，就给一个佛祖来请客。那一次好像谈到你还是女士叫我们请客，那我就问徐淑玉啊，徐淑玉，这个佛堂谁对不对吧？不是，他那时候说我妈，他妈还讲吗？不用讲吗？就像。吴永生谁对他最好？他爸爸一定对他最好，这不用讲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的父母。我说那还用讲吗？然后他接下去再说，谁对你最好？除了你妈，这个国产政策，他好心爱你啊。弟弟呀，不是，除了你妈妈，这个国产谁对你最好？现在你觉得？好多人都这样讲啊，其实有时候我打电话这样，他说啊，你来做什么工作啊？我打什么工作？就像那个陈国辉的哦，给你那地方就好啦，哦，你要给别人机会的。然后我就叫杨姐杨丽琪，因为那时候他都在我身边嘛。我说你跟他讲，我马上让他接电话跟他说。他说经理不是对你最好，经理对大家都这样。啊，因为没有相处，是因为大家就是一家人啊。如果今天谁有什么事，我就很麻烦，你要关心啊。像我妈妈的跌倒，我昨天去办道就去两趟去看看她，因为晚上她把这个架子拿下来，啊，好可怜。而且她昨天说她不知道怎么跌倒，她也不知道。还好，你知道多厉害啊，先苦多累，人家她好每天每个礼拜五上课，她好都会先去，他们佛堂在三楼，她就先去。三楼拜一拜，他上课的地方在二楼，每一次他都到。结果两点的时候上厕所，刚好大哥也在上厕所，所以听小姐做声啊，因为阿伯老会，我阿伯老发现，可能就死了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哦，陈华龙跟那个纽约的一个女士，他们几个不知道到哪一周去，坐了飞机几个小时才到，就办到。
晚上也是两个人，也是两点的时候起来上厕所，整晚起来上厕所，那个女孩子起来上厕所，就女孩子从二楼就这样滚楼梯滚下去的，洞顶不要，砰，那个墙壁就破了一个洞。他们那个可能是什么？是水泥的，就是木板，就是什么，还比木板还有，所以弄起来，你可以去玩等级嘞。啊，还好从这么高，马上贴在上厕所嘛。我说我还先保佑保佑，他也说对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我们学到就是要做到不动的哈。哎，帅哥在哪里？互相感动啊，其实我们受先佛保佑哈。我那个今天早上那个王讲师王国立是老师，国峰老师他哈、啊、到我们这个佛堂，他说：“哎呦，婷婷，那你叫吴爸，那这个佛堂这么好。”我说：“对、啊，那是古历时候，你想不到哈、啊，他外公就敬重我们的古历师，好多年了、啊，他算跟我们佛堂也是很有缘哈、啊。那时候他其实他认识的人很多啦。”啊，对象就像一家人，然后杨姐也是哈，常常啊，所以厨师啊，我对他也很尊敬啊，所以我常常来看他，当然就是互相啊，所以就每次逛一逛，不是逛一逛啊，我去，我都不是去逛，我是去看看道亲，然后办完道讲完道就过来一下，昨天也是这样办完道过来一下，晚上去办道，也很高兴大家能够修啦，这个佛堂这样成立。对他们祖先的都很好，所以每次我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去跟他打工，还有他的爸爸、我妈妈，我妈妈以前都有来哦，春节，还有他的弟弟弟，跟他们鞠躬，这是礼貌啊，也跟他们恭喜嘛哦。哎，不是安尼呢，不完全呢。前面那个这里，他不上去，这样。现在要照相吗？快了，对。那我们要以真换真，好好学习观音菩萨浑身救苦哈。啊，很多女儿师他们都是这样哈。那上天跟我们当上天跟众生的桥梁哈。上天我们看不到仙佛，那看的是谁？看到我们的同修。他说我们要以身试道。那像我们那个李圣等，就是我们讲堂的弟子嘛，跟前姐嘛、哦，我跟他去爬山，山里就说不一样，起来嘞，李兄哦，你破表了哈，然后大生意人哈、哦，不管是政商两界都很厉害，阿哥的都错的，阿婆来讲，他说他们那个一起爬山的那个山里都，我去方便就这样啦，山里来了买三口的，他真的是变很多。哦、他这个是因缘，95年开始求道以后，他就认真度人这样这么多年本来是职场来默许是3个月，而且他有这样的因缘，他就来求道，然后那个前姐得以，啊有看到改变，啊他两个去爬山呢，就是成全人度人。啊，你看我们讲堂哈，刚好这个因缘他给我们用了13年，这也是突然的，他自己说要给我们盖哈。那我们现在就刚好。书院还没干，又遇到了五谷一师，刚好这里给我用，大家每个人来都好高兴嘞，但是他很辛苦，因为你家哈还敢打来打，就像我们家哈，说说说说，我就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成兄不是娶某一个人，是娶一堆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量不够大，人家是不要让他去的，可是这样的话功德就很大，真的不行当中哈，那。以前我听陈兄跟他儿子说只有妈妈可以救我们，其实不是只有菩萨，因为如果有问题，先佛菩萨帮我，不行当中就是借贵人了哈。那陈潜菩萨救人要救到我们，救到哪里？救到他成佛啦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好好修，像我这样一个愿望说我一定要好好陈潜，不是这么优秀的，他在那个社会地位很高哈，也当那个。人主的协会的理事长，当好几届，人家都不放他走，就是让他当，然后也当啊教授哈、哦，真的是不简单的。那早上都有课下，还要去教啊，把时间挪出来。希望他能够当讲师哈、哦，那未来当然可以在道场多付出。
以后都回到天上去，我不会。他上次他参加圣职班，他自己发心说好，他射不打，这个老师不打，他说哪里知道你射？他说这个本来是他老婆射，那但是他有发现被他的打，不一样哎，自己要的跟别人的不一样啊。他说他要，他儿子也说我也要，就不一样啊，就是自己发心了。那白雪圣子有说，我们全是天命来降世，都是大帮助大，我们都从天上来。你在哪一方面上，就像我们这样哈，人家成全，成全人家就成佛啊，就是佛陀。啊，如果我们当着人家哈、啊、做的不好，那可能就是罪魁，然、啊、后就是魔童啊，有点写错啊，不可不谨慎。啊，所以每个人都关心有嫌弃主，所以修道以后呢，有什么改变呢？啊，有好的改变，我们要跟朋友说啊，多度他，你才能救他。到了他已经生病严重，再去请他来学道也有困难啊。所以我们有一对夫妻嘛，在五年多前来找我。那、啊、他找我的时候，我想，每次我都去人家家访啊，结果哈、哦，他今天进来说要来我们家，我好高兴。结果他就说哈、哦，他的孩子因为欠钱啊欠租，所以要在那个房不把他杀全家。然后我就想他很好哎。后来我跟他说哈、哦。我跟他说我救不了你，然后因为平常你也没有来听课，所以不知道前途多厉害啊、哦、那后来我跟他说只有一个办法，明天你们全家来求他，然后我们诵经帮你祈。后来经过三个月就好哎、欸、然后他的儿子竟然年薪百万、哦、就自己还钱了、哦、所以他也很诚心，他那个道心也是这样，这么几年来他也认真在上课。啊，老师有说菩萨，就是我们成全道心嘛。道心有说无明，就是不了解，没有明白这个道的殊胜。要讲来听，共没共了，才这两个哈。他、啊、其实是见证，不是真的哈、哦。那比较能度化，不是说他很自私啦，可能就是他的环境不许可，然后很忙碌哈、哦，所以也挪不出时间来。啊，其实不管怎样，我们都要去度化成全。助他，好、哦，那他听不听进去，这个就是因缘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从点动众生带领众生，好、哦，啊，众生配合我们，好、哦，不管怎样都要领导，还要成全，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长久。他、啊、说有心你就知道，这个真的是不简单，好、哦，远路上要陪伴他到死，他死了，我们死了才算成道成佛，好、哦。那我们这有一个道亲，他以前在民国97年的时候。得了肺腺癌哈，9公分多，肺腺癌很快就不行了，我们也很担心。那时候他才30几岁，他活到现在，前几天去新加坡参加那个什么十大论坛的那个，好像跟大陆跟新加坡的道场很多。那我们就请大家帮他发愿，他就发愿那个给我们写这么多，他就在烧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大陆人。哎，过去没有这么多人帮他做功德啊，这么都没有抢过来啊。我怕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念小声一点哈、哦。然后那个表是我写的，然后我那个字看他看不懂，因为他看的是简体字。我说你在念的时候，我在你旁边啊，你念错我会跟你讲啊。你那念很小声哦，不要给他听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讲念出来的吴义成。帮、啊、他才是10000，然后王明章帮他、啊、送多少金，然后那个陈美玲帮他做了多少功德，这样以后人家会比较，应该有地方念应该后来再去对功德要够好，所以我叫他不能念出来，不能念出声，小小声叫，而且我上次就是国雄国业经，他也没听到，上下自己都没有听到念什么，只有我，所以。他竟然看到整个佛堂在动震动，他正好把他站在后面啊，眼泪一直掉一直掉，然后有一个姑姐也是看到仙佛就在动，他就说感动诸天仙佛啊，这么多人发愿救他了、哦、那他后来也很诚心了哈、哦、啊，就本来医生开刀说哈、哦、这么年轻他孩子有点小、哦、那怎么办呢，还好是仙佛保佑，活到现在，那民国97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？
就啊，他有个优点就是从求到以后那个礼拜就开始上研究班。那他到国院去，他老公在做什么？做那个开公司啊，开工厂啊，也赚很多钱，最近不知道卖多少钱，一多。然后他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钱啊，那时候他说只有一台机器啊，现在很多机器，一台机器有1000万，啊，现在很多。他就跟国院说，那个一个停车位多少？像现在国院就有应该买停车位有7万，那是什么什么？千人房就人三万，哎呦，应该他够三万，捐了。然后穷人就都应该他够够，捐了。啊，就像哎，我们真的要盖书院，就人5万的哈，有被热死。然后他就回去，他就这样啊，他就只要看到什么好的，他就去做。哎呦，他的那个哎也认真度人了哈，活到现在10几年。那我们在做人的时候，有时候不小心人家会。误会哈，啊，我们要学习宰相肚菩萨心，啊，肚子会厚两节。我今天就是来关心，安和忍辱，一切都为了道，帮助我的哈。那某某讲师啊，以前呢，就是初一十五的时候，他请道亲回来，那刚好哈，有一天呢，刚好是这样，正等刚开始的时候，1996，然后刚好初一十五，哎。一定要请大家回来，以前没有赖啊，现在都用电话，现在又看门赖，看他回来。那有白天啊，平常有一天啊，我就打电话跟他太太说，我们要去家访，因为家访其实最好两个或三个，他就刚好他接，他刚好那一天不用上班，因为昨天初一十五回来，今天我们要去送水果，结果哈，那他就。昨天他打电话来骂我，他说为什么每天都要叫我们出去呀、啊？我说他误会，他是刚好巧合，我打去刚好怎么在家？啊，后来哈、啊，我觉得他就是误会嘛，因为就像说成长什么，有的时候有这个事情看到黑板，他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白板，他看的是这一面，我看这一面，他就会有点争执。他今天不要跟他请教，后来他们家有出了事，爸爸生病很严重，他就自己发愿了，天师调遣。天师不是我，就是说道场啊，道场的同事，其实是叫你做好事，不是叫你去来帮我做事情。啊，他就在先佛慈悲。那因为我们哈、啊，佛堂都必须有要开会策划，像昨天拜访道场又策划那个母亲节，因为母亲节快到了，就是。其实没事的活动，我要参考几次会哈。啊，就有一个讲师就跟我说哈，啊，你说的我一定要做。然后就想老天爷，老天爷说，我就鼓励我自己啊。老天爷说，别人不做我做，别人不走我走哈，别人不修我修。那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个人吃饭个人饱，对不对？你不吃，我也饱啊。就，啊，当天的时候就梦到老天爷，拿了这个四角的鼎哈。那个点是四角形的，然后他说我帮你用用啊，啊让你好，让人家听你的话，有一种脑波那一种，你叫咩名啊？他说那个叫权威哈，啊真的过几天啊，那个道亲就打电话跟我道歉，那也是一个讲师啊，其实公修公德，我们有要开会一定要回来啊，你当然要联络你啊，你前面讲师都不来，谁开会？啊，所以其实是他自己没想通啊，哦，我们只是帮助这个道场而已嘛，哦，那还有老师说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道亲的哈，所以老师说的是济公老师，我们是济公老师的徒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，如果我们不会慢慢来，就想说。我们不可以让道亲去流浪哈。那有一天呢，我刚好在车上，然后跟我们有几个讲师，他去很远的，坐车坐很久，1个多小时，路感那样，没走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去回来以后，那个讲，我们去恭喜人家社长了哈，很久以前的老佛堂的同修了，啊，他已经归到那个彰化道场去。前人说当地也算当地是恭喜，是去恭喜。而且那个开车载的那个讲师就说哈，我一定要来啊，这个怎样要来很远。我说这么远没办法啊，不是啊，就是换给人家当炮道场就好。然后他就很大声，那个人讲话就很大声，
阿舅说哈，不行啊，你来来来来，好，我等哈。醒了醒了，好，妈呢？那你再关了呢？我们讲的话都听不进去啊。后来哈，隔天他太太就打电话来，因为车上有跟他讲说，今天他李先生哈声音很大声，然后会跟你讲讲话。然后太太就打来说，哎，跟我道歉，说没关系，因为他有他的立场，他有事。有的人是哈北通哎、欸，他很执着他的想法，你别安走，怎么样走，他没有考虑全盘的哈。我都不知道那个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到那边，他谁会去？啊，所以我回来昨天就在看那个影片嘛，有一个小朋友他愿意安好，他在孤儿院安好都有人领养领养，结果每次都被他送回来了。啊，最后有个人就把他领养，就他就变乖了，不然他都很低，因为哈31次，然后就坐在我们厨房之前，厨房看电视，就跟同学说，我要像他一样，像那个最后那个爸爸一样，要好好的对待这个孩子，流浪的孩子。然后他，我们这前线他已经换了3个宝宝，那我如果再放弃他，我怕再换。所以不行，那要道歉的不明理哈，对我们有误解的哈，不谅解，我们要原谅他，不要道歉也是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就像亲生的子女，不得不救他、关心他、栽培他，道歉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有时候自己想说啊，自己的智慧不足啦，德性不够好，他反省了自己，那我的真诚也不够，所以没办法感动别人，所以或许就会战战兢兢修正自己，然后再出发。然后再去 Bluetooth connected。啊，我们郑姐啊，她对我比较支持，比较了解的。她说啊，暂时的情况没有办法了解，因为她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，她说哦，她没看过这样子的人哈，所以她觉得要帮我修办。那她就说哈，詹姐，我看你哈，像东北戏的哈，就是不然人家对我怎样，这样过人没事啊，中。因为众生福临你，你不可以跟他对抗啊！他对你不好，你又对他不好，你一定要客客气气的去关心他、感动他哦。啊，所以其实他们不好，其实也是正常的。我让他不好。好，啊，其实我们终究不是神，是神嘛，那就先不被污染嘛，这个好音乐。那给道亲多行功德的机会。所以有世间公义，有世间公德，这是老师说，有事可以做就是最好啦、啊。啊，不要啊不做哈，就很可惜。啊，我在想到说，军中要升官哈，必须去担任一个职业。那军中啊，去战区，啊，像陈兄啊、魏兄，魏兄到台北去战那个军训处，然后去战区要升上校，都要先去这样。那我们在做这个盛世也是一样，我们参加十组。公事总务啊，会事文书办到多好，要当上下之一哈。那一个讲师哈、啊，他是中医师，他的脑瘤很严重，都痛的。啊，后来哈、啊，他只要有办到有我很有事情，他就去啊。有时候他说做上下之一的时候，他已经痛到哈，可能刚好有墙壁，他说，我说没办法，就是要靠一下墙壁也可以的。哎，他就这样哈、啊，说活了现在已经有。30年超过了，然后他在是一个三产，然后我们啊几个道亲啊，那个什么独立的亲啊，越教越独立，还有个丽玲，好像丽玲，因为今天没来哈，他也是都帮罗坦做并棒哈，那我们要把握每个机会，所以我们罗坦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带道亲啊，可以带小人啊，啊发便当成员都有，啊讲课，啊讲课其实。不一定要当讲师啊，像我那个有一个道亲常来跟我买东西，前几天跟他讲说，他的儿子啊，在他家设诊的前10天，就说妈我要来吼，就一件事啊，我破产出去，啊可以吼、啊，一个月有10万，啊妈妈就说不可以去啊，啊因为他有看到他师姐做梦，不去不回，这个想啊哎。就是那个柬埔寨那个骗人骗那个年轻人那些，刚好他搭船跟他们一起去，
啊，还有说如果去了不听话，当场就给他器官就是摘掉了。然后还好他儿子没去，他好像受不了，他讲他讲多闲话。然后就想说啊，以前那个八仙城霸对吧？有一个妈妈是玻璃的，玻璃的，就是很小，容易骨头很容易坏掉。啊，他也是八仙射魔塔，他儿子两个儿子都要去参加那个舞会啊聚会，结果同学啊临时不要，一起去的人临时不要，他儿子非常的生气，然后就没去了。我们同学代表不白皮，我白皮。还好没去，啊，后来老师也不想说，因为他射魔塔功德大，万一射了以后儿子去八仙城霸出事死了或打重伤什么的嘛，所以仙果就让他的同学不去，然后他就没事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啊，因为射魔塔有1300多嘛，我们射了魔塔就希望能够做得很好，啊，我们可以啊。走路啦，打扫啦，去庐山光会哈，还有正弘国院，以前是我的讲堂哈，我们有正和正音，所以现在每个一个月两次礼拜三，张敏都会带一个和王生和姐来打扫，他像去国院，我们都轮到法会的前一天都会去打扫啊，他后学啦、啊，正杰，还有魏兄，还有和王生和姐。啊，轮流以前有轮流现香啊，现在轮流买水果啊，然后书院还有浇水，啊，像昨天要去拔草，那个草很快，上次拔了一个多月，现在又说很高，所以等下去，我就想说我还是要看医生哈，没在中国拔的，啊，后来回来想说啊，煮一煮再给、啊、带去给陈兄吃，我的雨鞋也拿好了在厨房，后来最后没去，就派我们家那个帅哥去，他也没做什么。或者搬到什么搬到店还是给他吃的。那老师也说哈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可不可以就成全到心啊？关心到老师也说哈，不要等他哈，再等几个月，那活到不到两个月，或是他没死，也许我们死了哈。那老师是不等的，所以渡人啊是我不成全的，老师也就跟我们讲有罪，我不想说我渡人那么多人，他们去成全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的儿子生病的时候，但是应该是老二了哈，糖尿病，我就发愿哈，要雇200个人，陈家研究班100个人，还有广会，因为你雇的人他没有参加研究班，他没用哦，哦，没广会他没用，他才会领你，啊，所以花了800的，所以现在讲叫陈同同啊，就是我老二，那他哈，从生病到现在20年。他不会因为糖尿病的事，然后不舒服，然后生病，就是很感恩啊，回想这种经验。那有一个林昌富，他会游天堂，他说有一天看到一个大天堂被关天堂，为什么他都没有去火堂？他就怨他的阎宝，阎宝师都没来找他，然后所以他劝大家说，当阎宝师的人哈，你不能求到你就要哈。他关心他成全他晚会，让他参加他。然后有一个道生看到在那个天上，那个他在刻苦的时候就一直翻跟斗翻跟斗。我们人间翻跟斗是很厉害啊，全部没有办法翻跟斗。后来他说，哎，他怎么那么厉害？所以我问他说，哎，因为他不会磕头，所以在天上的时候你太轻，我就不喜欢跟斗。啊，所以在所以我们现在那个。像我们暂停的那个晚上礼拜五是上班啊，就请陈讲师说训练他们会国规，大半回去不会磕头，那好几年6年了还在翻三次，就是会不了。啊，你如果这样回去以后再修，知道吗？在人间就要修啊。啊，那老师说是众生很难度哈，是因为我们诚心没有大方的地方。啊，不怕事不成全，怕我们事不先达，成全那是这个放弃哈。啊，不怕的难度是，就是诚心呐、啊。我、啊、只要跟他讲，一直讲，很多年了，或许都很不断哈、啊，去关心哈、啊。因为我的个体力也有限哈、啊，也没办法牵手牵脸哈、啊，有希望哈、啊，上天慈悲帮忙哈。那渡人这个责任其实是每个人的使命，只是我们不了解。像后学会常发心渡人，就是
我在那个民国七十一年的时候，阿听观菩萨说，现在什么时候结束这么大，你还在这里，你的精神度了没？啊，我再跟你口问了哈，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已经经过多少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所有看到你的阿秀康。那这个使命是到了万国所说了哈，我们没办法像这个人类这么厉害啊，但是我们至少收到了勇气，好好的护他。那我们这个道场就像白羊天使的训练种，能够训练能够回天哈。那我们其实哈，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，就像我们的贵人啊，我们互相为贵人嘛，自己和别人的人生，我们就好好的，我就是去经营。那有一次啊，那个我一百年的时候准备要去开发，他们说你就是因为帮助很多人才会这样生病啊。那我就说没有，其实他们都是我的贵人。那时候民国一百年的时候，前几个人求到四五，他什么事到那到现在都也是一样，他什么事都会找我跟我说，所以他有很困难。然后呢，像刚刚那个说王有利，他其实。他是大陆四川人，讲话很大，大陆都是那个样子。他根本听不清啊，他两个讲的又无咧听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认同啊。那我觉得我讲的话他才比较听。他说哈、哦，心里每次哈、哦，我跟人家讲话，一讲人家哈，电话就给我挂掉，因为讲共识，他不会接受的。阿公公脾气不要挂。哎、欸，妈咪哦，都一直讲，一直讲，都没有把我挂电话。我说我就是要成全你，关心你。我如果今天请你说，老母带你要回来啊，这样哦，说先果果吗？我说你说不要啊，不要，还是要这样来啊，这样对你才有帮助啊，哈、哦。啊，然后我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妈咪没来，来来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像我早上打电话叫那个林同坤下来，从昨天打好几次了，他不想工作，没听到的事情。有听到一些手臂有问题，他说听不见啊。结果我说哈、啊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需要我，一定好好的我一直关心他们，所以不管是我帮助他们，其实实际上是他们帮助我，有这个精神跟这个愿望啊，继续活下去，我都为了大家，我一定活得好好的。让大家觉得我们心里很健康，我们心里很好，我们心里活好这样。那我觉得说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就活不下去。有你们的需要，我活得才有意义，知道吗？所以有一天我跟陈讲师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死的时候回天去的时候，能够平安回去，千万不要告诉他，因为我跟除了跟我们香港的人很好，跟外面人也很好，这样啊。两个人相信的，互相相信，那个伤心嘛，可能我就回不去了，然后就回下来了。那是这样讲的哈。那有一个女巫莲师哈，他是道公不属教公，太过，他就是教人，就是编排很多课程让他上课，也很认真，可是他就是没有去度人，他办道也没办好，所以回到天上回不了天啊。回去的时候他回不了，回他的果位。后来啊，那个老母就让他重新投胎到缅甸。现在可能十七岁，快二十岁了。我在一部影集那样子问我，到恐怖组，像刚刚就跟他讲，像昨天我办了讲道，今天早上讲讲堂课完，我就要赶到南投去。他说十一点多，到这就会把邀请到。我们要不止众生之前。然后呢，玉莲仙子也是，她是投胎于转世嘛，她车祸死了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修了七次，这一次要还姐妹，可是因为她哈、啊、生在一个，她选到一个很好的家庭哈、啊，家里有佛堂，然后舅舅阿姨都是顶房子，啊，一年后修得了，一个妈妈都怀孕了，她叔读的很好，到美国去留学。一个我参与到的那个，不像我们正杰很有智慧，让徐淑玉去相信哈，我们参与到，所以他就在一场大风暴死了，那个车祸只有他死掉，他后来他就来戒教，一定要说明这件事情，他在梁锦山跪了三十天，然后就让他来解，他说、啊、
奉劝，因为能够投胎的家庭，像哎，老师他家有这个姻缘，就是他累世有这个姻缘，要好好修，他不然哪一天掉头的时候来不及。啊，所以因为这个有很多人，就下一代能够投胎在台湾，又是修道的家庭，那个都是姻缘出现。啊，如果没有好好做，那可能哪一天就突然就要掉头，那很伤心。我劝大家。那还有一个老板呢，也住在新高乐里。如果这边的人才知道有个新高乐里哈，军工路去左边、右边，过了中山路，还有一个老板在快四十年前，有一天他去跑会啊，他妈妈全身就是好像变植物人这样，他全身瘫痪，变植物人。他这些酒我在场，我先跑，那些酸给他吃，他就念。老师说有一就没有二，他说没关系的，就一次的。其实不是，是他求的这个仙丹要给他全家人拿，他宝贵给他妈妈吃，他妈妈吃他好起来。结果他出车祸死了，才45岁。那那时候仙佛都有介绍啊，哈，他就说因为他是天上的要取大金刚，要来修道，可是他都一直哈工作赚钱赚钱，啊时候也到了。如果他提早修道的话，就没那么早掉头，而且他又发愿帮妈妈说承担一切了。而且不是说家里的怎样的事，你要说我做什么功德怎样，不要说你有什么业障，我帮他撑不了。以前有一个三姐是这样，姐姐也是瘫痪在那里，然后他就求老母说我要帮他承担累世的业。哎呀，我们投胎6万，给他生生世世杀了多少人不知道，欠人家多少不知道。所以那一次以后，老前也跟大家说，你发愿的时候就说我帮你做什么，我做什么给你，不要说他欠的债有多还，我想还不了，所以要很小心哈。那老前也说嘛，救人就是好人要救就慈悲，坏人要救也是对，好人要就是慈嘛，坏人要就是悲啊，体谅他哈，知道他坏人，更要感化他。那我们这个赖兄，我也有当上弟跟弟媳，也有子女的伙伴。啊，他是在民国97年就是办的，就是心情不好，然后得了忧郁症、躁郁症啊。那后学跟彭姐嘛，我们也是很感动，他们陪伴我们去照顾他。也因为照顾他，所以我们有证明，住院那块就是家长是，那是情理的。那他因为一直想死，每天都常常想死自杀，那我就。他都叫菩萨姐姐，然后他又把他的钱哈，剩下的钱哈，我家里给他135万都拿来给他捐，这样不可以捐啊，偏偏一定要捐。结果呢，我就把他拿20万去投保哈，投国泰，他就是那个王树嘛，哦，他的是60，啊，陈秀敏是60，两个。我为什么要找两个？是希望他们都见证。他不知道他妈妈用他妈妈的名义，他以前都在我这里，国堂的人都知道。你们大概是因为你们是后学，所以不知道，正姐他们知道，阿翔也不知道这个事，因为那太久了嘛。国堂人都知道这件事，就是我没收他的钱，然后剩下的130万就剩下15万，那我就帮他租房子啦，啊，租房子，啊，交保险什么的，然后他每个天来拿钱去嘛，啊，就写上去，那个有签名还好，然后最后还还上9万多给他妈妈，他不知道这件事。把9万多少，你知道我开票啊，去讲解啊，做见证人啊，盖章。就他那有一天他想不通了，他就跑去警察局告我说要跟我要钱。警察看他就知道忧郁症围堵他，而且他说你又说他很好，他叫我不上去钱，啊你不要告他。后来他没办法，然后跑到警局长叫你怎么来找我，结果就把这些东西拿给他看，保险的人拿给他看。那你讲说让我知道，我一毛钱都没拿，我哈，哦，还给他吃的，还给他衣服啊、水果什么啊，关心他。他每天看到他都笑嘻嘻对待他，你怎么信呀？反正一定要被煮出来的，我给你煮。现在煮一天煮一家，再煮一家，你好几次吃的怎么样？然后再倒。他说不要吃，不要吃，你赶快去找张姐，他说煮水罐。那那有无起业债嘛？现在好了啦哈。啊，还有里长，后来我们那块地我们是要出的，就是政府都要用处。就不能用，就里长经过30年看到啊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那就让我们住了哈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照顾一个人，不是为了想到什么，他那
我们到现在来跟我说，你把张姐放好，快把别人过来笑。他自己大概八住在八零三医院啊，精神病啊，医师去住的时候，他介绍一个灵修佛爷，哎，那个林普堂，我们认识吗？然后他的你怎么把他林普堂啊，林佛爷，他也是在八零三阿兵哥地，也是过来，他就写我的名字、电话、住址给爸妈妈，都想补说解说哈，你去找我们张姐，遇见一家人。一个人哦，太小个子，对，我即使有问题来找我，啊，慢接了。啊，所以刚才刚说了吗？明明我发笑，啊，其实不是呢。哎，我其实不是只有照顾他们，其实很多我都很照顾，我都会去关心的。那他们比较特别的哈。啊，所以关心照顾人不是为了以后会有正成书院，怎么想都想不到，我想到上帝了。听说哦，有一个人去见上帝。上帝说好，我约好了一天在那里等他。啊，结果他没等到，那个晚上的时候，他跟上帝说嘛，为什么都没有了？他说我有去呀、啊，说我没看到。他说我画画的一条狗就给我踢下去，那原来上帝会变狗啊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过去的故事，就是说神仙化成一个乞丐，化成流浪汉，化成什么人？我觉得上天就是幻化这样的人在我身边，我有关心照顾，所以我才有这样最后的结果。啊，所以很感恩哈。那昨天他也很感恩，他就叫我去上时间。那曾经有一个道亲哈，他帮我布片，那结果哈，两年到三年的空间哈，啊，那个是我的好朋友，是非常多的，又做了叫东西钱跟。东西当然是十八那时候先走很多了，那我知道，然后我跑去跟他说嘛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你，因为我给你机会，啊，也因为这样的姻缘，先走说我姑娘很大，所以我们未来就可能有100的地方给我，要变成120米，就是哪里？那个是94年的事情吗？是94年，95年就住到你老早，然后98年他才买那个地哦。你看，啊，所以先我说哈，有100平地方可以要，啊，你不要很大多少平。那现在这个120平就在盖在我们讲堂，99年的时候盖的哈，正在讲堂。但是因为那地方不是合法的，就是违建的，永远它是农墓地，永远没办法种植，所以我们正在没办法搬去，我们书局没办法搬去，我们家也没办法去，没用啊，随时可能会被拆的。啊，所以咱学姐说嘛，啊，今嘛是弟弟吼，都招来那个肚子的宝孙啊，肚子空的，家弟弟准备正式，啊，这国有财产是跟谁订的？啊，所以先口慈悲给我们也是很多，你想象不到的吧？好，就得从这里再搬到这里，然后这里再搬到这里，以后这个就是正式，现在最近要开始要盖了嘛。那有一个年兄啊，就跑过来，这是我命运的老公。他说，因为他大老板，他也是很好朋友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这么付出呢？说我们因为要救世济人，济世救人啊。啊，久了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说啊，你常来哈，我常来，就是因为你要给我钱，就是捐给我钱。你看那个赖文清要捐钱给我，我都不敢收呢、欸。所以那个。王树嘛，就王，现在叫王彦珍嘛。我有义卖卖给他，他就给我买6套，6包几包哎。他知道说我知道不是好人。好，王树嘛，我认识他应该10几年了吧。啊，那个是古医师的客人哈、哦。那我自己哈、哦，就说人生无常，不知道下一刻很难，辈子会先到哈，下一刻跟下辈子人都会先到。好，我自己车祸3次，开刀3次，哎，6次哈。然后脑瘤、肿瘤，还好脑瘤里面没有长成，后来就好了。啊，长三点甲状腺，就这，跟陈讲师讲，你若吃遐，你会惊着。那先我慈悲啊，让我都是这样越来越健康。大家看到我就是很健康的样子，所以我的病来得很快，去得很快。其实是总共住院住了10次啊，一般人会很怕热的，可是我就很感恩，关一关过。他、啊、听说过去是当将军的，将军在做什么？还有当猎人的，所以还好提早修道。我
我十八岁进道场，就知道大文老师提早知道楼大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他说以前他爱戴安戴安娜王慧生17岁就安德丽君42岁哈，他这个不是这个年代哈，就是我的表哥嘛，35岁就死了。但看到有很多哈，我们隔壁的老师他的姐夫，他跳到壁炉中间了，哇，这样恭喜哈。那其实这个都有很多哈，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啊，不要说我等到什么时候有机会修到很快，生命财产哈，家人都是我们的。眼睛一闭啊，两眼一瞪好啊，就没了啊。所以认为是谁的，我们的东西是谁的，不要执着了。眼睛一闭都没了嘞，这些财产都变没了嘞。啊，所以人家说，有一句话说，钱在银行，那等在天堂，有人吗？你如果有做功德，人才就会去天堂；如果没有，就去轮回啦。哦。啊，所以不是，那我给人好去天堂，不是应该是你能够好好运作，才是法师无畏师怎么做的呀？那人生很无常，天灾人祸，9.21、9.11哈，啊，好多的战争，以前好多的那个灾难哈，以前老天有跟我们说哈，民国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，以后哈炮点的时候，年轻人看到，那当今呢，哎呦，9.11以后觉得，哎呦，是亲身体验哈，真的是这样，现在是灾难那么多哈。啊，他说哈，那个古佛是借洽，那时候是，那时候是那个南里亚海啸，人网络上看到，他说如果你是他失去这个机会没修道，那他要经过5年、10年、50年或100年、200年也说不定了哈、哦。所以我们要度人就要加油哈、哦。那老师在那个10年来的时候，我大灾难都在感受南里亚海啸那一次。那我们要好好的做功课啊！这个是最近我们跟堂主因为生了病，然后住院住了半个月，都挂单好不完，两个蛋白好不完。结果哈、啊，我们就去他家请他做个办法，请他去麻痹。啊，后来哈、啊，那一天我就当下就不舒服，回来以后就很不舒服的。啊，那个蔡佑礼跟我去，他就说啊，差点命就没了，因为我去帮他求仙佛嘛。啊，后来昨天我就跟仙佛问哈，是不是要做什么功课？总共有多少科？可好可怜啊，总共15项哎。第一个要讲一堂课，我把自己学起来。教法要请他3趟，办大10次。到昨天已经满了哈，我都把自己写起来了。护院的有护理长哈，啊护班3次，所以来护班上课哈。如果不是你，也是有功德，成全两个人哈。现在目前这一项还没做到。阿布班法会2次这样，1次啦，就是一天嘛。参加会议，会议有功德哈，关心五经班1次，关心各堂3次，大不止哈。他说他没有巧，他有参加十组，成全人家去参加十组。我当负责讲师不是随便写的，其实我是这样，这些工作是平常都在做的。那成全别人去参加，成全参加班堂，成全蔡佑礼参加班堂，他们。朋友啊，二哥，还把二哥啊，吴长全去上课，啊，请长凤要请他雇的人来上课哈，成全人家参加班，然后帮正本书院募款10万，其实我都没有募，都是大家自动自发。王佛堂的没有听过我跟你们说你要捐吗？有听吗？我从来没有说啊，你要捐多少？啊，你去问他。我们陈姐都是在管那个书院的钱的，他都摸来摸去，我也没跟他说，哎，陈姐，你不行哈，你干脆管我这样。哎，其实人家都是这样，都没有啊。所以我有叫你捐吗？我从来没叫大家捐，也没有叫大家捐物啊，但是都是自动的啊，所以他也在网上知道，每个月先我就派人来，像昨天又一个来捐1000，上次就捐1000，我跟什么人后，什么红说，哎，又感谢，感谢转哦。问得上，我可能今天有空再带到东西去问这个人是谁。虽然1000块，两年去两次，不管多少，我们要感谢人家，或许都是用来感谢哈。啊，所以他说那时候的10万块哈，就是这个功德给他了。当然是因为我在书局里面跟他广结善缘，而且我到各堂也是都是这样广结善缘，不是我到今找我就会帮助他，只要愿意找我就跟他说。你如果要来买书，不要等我，
但是如果你有困难，你心情不好，家里怎样怎么怎么，你来找我，我都把时间留给我，我一定会留出来给他们。啊，如果要买东西，就不要等我，有人叫好，家人或是自己拿钥匙进去或隔壁嘛。啊，所以这些都完成了，剩下第六项。啊，这其实很简单，这平常都可以做啊。所以如果你可以参加我把这很多的工作，你就可以行动力。我给他这些只有一点点，我事情还是很多。为什么？我去政府我也打扫先生的房间啊，我去做什么做什么很多，我去另外其他的时间啊，成全的不一样，成全我们职业啊，我老婆是职业啊，成全他们都是算我的啊，所以结果很保佑我哈。而且那一发现现在已经开始了工作了，好，那既是救人就救人出苦海哈，超生了死改变命运啊，这是我们修道的目的啊，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啊，快乐啊。老师说仙佛菩萨看到的都是众生越来越觉醒，看到上课的哈，越觉悟，特殊人生真相，找到自己要救自己的方法。那找到自己要救自己的方法，就是要怎么救人啊？像我上个礼拜，你上上礼拜我们正点课啊，哎，我看到李香来，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啊，来，我说，我去那个好像是大友那边讲课，然后讲过了，我俩就来看，哎，看他之后我就去给他，哎呀，结果今天早上来，我立马来了，你说。没有他来听课吗？先我保佑他啊，不然我也没办法。哎呦，听有他啊，哎，不然的话我们看起来，你看我们像不像傻瓜？那些讲师像不像傻瓜？这个道太好了嘛，所以我们要很希望他能过来哈。那这个都是很多病危，那个是车祸严重，然后来找我哈。而且有些朋友也是主动脉剥离，啊，这二哥就是蔡佑宇的朋友，他去年的。他又远走，只是他这个病已经交病了两个多月了呀。啊，然后他不会，他也不知道，其实他又有他以前二十几年前，他跟他手上的钱，他都没怎么回来，只有几次而已。而且我看不到我在做什么，他不知道我有多少经验，求仙法救了多少人这样子。啊，就好嘞，所以现在那个吴兄都有去上课，然后嘞，蔡又也有回心，然后说本来哈，他是要上之前哈。我们三月份开课嘛，他开始开课。啊，之前他从去年几月的时候好起来哈，平均一个月要去见急诊一次了。啊，他因为今年开始正式上课就没了。啊，我拢是过来酒店去急诊，包括听到一些背痛、病人盖，看来不行，拢属于医院。他说我真的是这样，啊，这黄妈妈就是黄医生的爸爸，啊，我们。成全到今就是第一类，要去化验，你说要做多少，要怎样怎样怎样，好，把那个愿力拿出来。啊，以德用人，要有德，我们要今天我们修道，然后就不计毛病来很多，慢慢改，慢慢改。像我会常敬佩我们，古医师啊，他久闻道修以后，哎，他就把愿戒了呢，然后他也人很有义气，对人都很好，回到国里过去，他就收很多礼物的，我每次都要收到，都拍谁，就是对人都很好了哈。啊，所以他有这样的环境也有用，其实是他的那个祖先啊，他自己有这样的好因缘哈。啊，我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希望我们的诚心能够感动天，啊，把握因缘悟化。所以如果有认识人就要度他哈。啊，每个人的治他的方法就是不一样哈。然后克服所有的困难哈，那这个是劝发菩提心为佛说哈，助大妙。花心为药，修行之路哈，意愿之先哈。那如果愿力有愿力啊，众生可度，心发者佛道堪成。啊，佛不发，大心大悲心哈，力坚固的愿力，力了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好。众经成解后因果理才是轮回，所以有修行也是普法无方法。那所以你去度人哈，功德哈，阿弥就会。慢慢累积在身上，然后先佛就保佑我，然后以后能够回天，还有能够圆满哈，好地愿当先哈，就是老师说你有三分心，老师助我们亲得力。那我们当子女在怎么孝顺父母，无法代替他的生长病死。那父母在怎么疼爱子女是没有办法。我想到我的阿嬷那时候，外公公的褥疮，98岁，他抹干那个腰一方块烂的那一块，然后那个屁股也是烂的，
啊，我咧看咧靠不起。后来想一想，我好跟着那个部门嘛，我就想，这之前就有花了，但是我没有花。杜武这个人啊，然后那时候是才十四万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那么多钱，如果花十四年的时候，之前平胸的大哥肝癌吐血吐很多，我已经发现杜武是这个人。啊，然后花院五十万，那个才是五十万，而且钱账未清啊，可能是来跟我说，哎，你五万给我，万给我，那给我吧。然后他给我五十万，还他，帮他做工。啊，我想分期付款，那个月开一张支票好不好？还是说，他这个大哥年轻的时候我是敢再发，所以给了两万，结果他发一路刷就两万，就只有两万。跟那个客家会客气哈，说你先借我一下，过几天再还。而且我那个月哦，风雪绝了，生意很好，到十一二点就有人来哎。陈兄说：“我唔敢关节内，我唔敢摘呀，难怪我拢鸟都行哦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为什么生意这么好？”我就说：“上天知道，地下道在帮我。”啊，所以那个月是空前绝货，多赚十万块。因为雄心广开哈，然后上天很帮忙，又有那个孝心呐、啊，我就讲比较好，讲好，你是跟他世间你雄心好快。因为我帮不了我阿妈，那成全别人哈，就是成全自己；，要帮助别人，就是帮助自己。而这上面有写到大伯哈，当时的时候，阿奶奶，所以我觉得大伯后来好些，就觉得天恩浩大。那奶奶是尽大孝哈，杀生难办，就有愧。后来有人看到，就说他都在弥勒夜愿哈，就很值得。所以我每个月用那个名义帮忙谈。团队五百啊，这是我大儿子上吐下泻哈，啊，刚好也不有其他，就昨天早上他就梦到，他出院了六点啊，他晚上因为没办法站起来上厕所，上那时候好像幼稚园嘛，要尿尿就要塑胶袋，就隔天就在那跳来跳去，跳在床上跳到我那个病床，他照顾他的床，你说你怎么跟他跳？他说，那我梦到有出院啊，医生说不可能。昨天那个白血球还很高，后来我就拜托了，我现在又一小个，帮我验看看，哎，就验了，哎，正常了，这就回家了。因为我刚好在那之前吐了六个人，他就要师傅那思想师帮我回想，说他们吐了六个人，他说那狗比来行这天吐，好有需要用的时候就可以跑。那有一次他差点被铁笼压倒，那结果我就想阎罗王三头去来了，他就发一步。二十个人讲十堂课才吸十万，听到看到我这个都很恐怖。但是我觉得他哦太危险了啦，因为我其实有梦到了啦，梦到三次他有危险，啊，所以啊就因为这样哦，哎，先我就拨款拨人给我赴美，然后还有讲课有人要那个没办法讲，就叫我提早讲。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在发愿的时候不知道我人在哪里呢，在哪里不知道钱在哪里啊，课在哪里，但是先不会拨款啊。像成仙好的时候，哇，老师给托梦说哈，都在我们家，那个是 SARS 的时候不五个，所以那时候哈很多人来求道，就那时候那阵子有很多人来求道啊。马俊元说哦，有一个佛堂哈几乎每天办到，然后先把安排我到那个宜兰去讲课，还梦到结果真的后来真的是去宜兰讲课了。然后庙里的有人就是老钱也说哈，人家也说你是好人哈，那老教陈老师说好做好事，所以我以前在成都电子上班的时候，我就跟陈老师说，他们叫我去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去嘛？然后很多事情我就说哈，我说、啊、他们不那些院校生跟我去啊，如果都吃素怎么办？他说没关系，像你这么乖就好。哦，有一个那个经理的助理，他就他现在当代书都不知道你是九年出来七天，他就说我女儿可以像你这样吗？我说那要穷到瘦到，那已经很久了，你们那时候是八十几年的时候。那我们一个同学叫吴丽娟，我说哪个路太苦应该认识哈、哦。他说我可以像你这样很阳光的，我去救国团去参加三个月的那个课程哈，一个每个礼拜一天呐、啊，后来他就来求道，好，啊，求道一直好，很尴尬，怎么样？他说好，这辈子就是来跟你求道。我听了这句话好感动，知道吗？是缘分哈，所以你看现在，
我们政府最需要的时候，政府主事伙长刚好给我们上课。我们校长是德云比我刚刚有老师来说，其实我觉得你很有福报，说谢谢，谢谢。我今天看到我们面向，但是觉得我很有福报。可是实际上我口袋没有什么钱，没有一般的，但是我这个人有缺点，就是赚很多钱就捐的，所以给我很多钱也麻烦啊，所以我很费脑。那真能改造面呢？如果一分，你有一分心了，上天就会帮忙。你说天就应，你做天就助嘛，所以出门神就护嘛。以前我是渡人，有一个翁老师，他是真的有厉害。孩子，平常他们都不同时间睡觉，通常他有人叫我帮你，他那个翁老师对你这么好，你不要去渡他。结果那两个儿子吃饱饭就修修一苦了，成晚了那个很先好哈，那那那样就帮忙。有这样的因缘，就是先回吧。然后杜奶奶夫人的时候，刚好有人要来求，就说明天要办房，那杜奶，刚好人要来买东西，平常就有在跟他说，还有一个保险，做保险跟三保险的一个理解。一两个床边，堂姐来了，堂妹来，我最近亲戚往后来，所以做比喻，那没办法，人家床边，又杜那个大，就这个大伟这里。然后大伟里面又有一个三个伙，家里有三个伙，太太跟两个小孩。我那一天渡了十一个人，然后想要回乡下嘛。那你一下子渡五十个是很难嘞。那现在我就派人家来了，派人家来给我渡，就这样回县给他嘛。那有时候跟住人住，我去那个曾阿姨不是呢，最喜欢我跟他带，叫我去跟他去渡人去杀鱼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我看那个邻居要帮我顾小孩啊，他可是有感冒那么些啊，然后一直打电话说，你员工你走了，我什么那没听得出，小姐哈，顾我些啊些啊，我就跟着邻居，那个曾阿姨叫我去杀鹿跟他去办道呢，然后他说什么，来去见路人呢，怎么办？你感冒这么严重，他说，沙哑，我没关系啊，去啊去。因为他很真心，所以上天呢派这几个云谷的那个帮我布垫哈，协助我压我。那杨姐的儿子也很可爱，是很爱小，看到我们要渡的清泉，他就眼睛睁得很亮，他就笑着跟他说话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去你家吗？”他跟我们出去家嘛，他从来不会哭嘛，所以暗中也帮助很大哈。那这是我儿子。花月要给他做去宜兰讲课都有，然后就是要广结善缘哦，他帮忙人家，以前都帮同学买衣服啊，做点心跟他们分享啊，我帮他们做便当啊，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对我们最好的寒暑假都带我们去玩啊，花钱拿到一次到凯撒大饭店一次哦，花几天花了3万多。杨姐就跟我说：“不，这个钱我帮忙印，俺动作出国一定懂了嘛。”他说：“回来，大家就会用他的同事啊、教官来说道。”好，买车的时候啊，找雇人啊，他去脚踏车店，这是做到的。人家来问卷调查，我跟他讲一讲，然后看到人家雇他啊，就雇了一些人啊。那像这个是很多时候就是要帮助，像这个黄秘书伟伟，他快沟通了。时间应该到了，我要去帮他办后事，然后去找梁爸爸，然后去帮他点香，还有帮他写祭文，他给我做梦，写了祭文念，然后他说，起庄文吗？都没有，第一次，帮那个张妈写祭文，都是这样。二零四月一个引起真的好事，二起不安详，公公幸福自由，掉到那个水沟去，就变这样。你讲吼，还叫无人无人过来甲我做，我去做。大概是这样吼，去帮忙吼，然后温山喜庆都要帮忙，然后坐月子要去帮忙。因为这样成全救了很多人。要不要克服？一定要克服，有很多的困难。这是众生有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哈，这些人哈。好，那最后就是希望我们哈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要像那个绿巨人哈，自己会修复自己，积极站起来。这个手段呢，有办公会议变化就反出来了。不管别人对我们怎样，我们自己要修复自己。你要别人对我们很好很难。
哦，自己要好好的鼓励自己这样的，啊，协助啊困难啊，有的要有人被黑道威胁了，报警、律师各种，都是我要帮忙的。那时候刚好认识卢医师，不想让他们进，他说你是在背书吗？我说不是，他听我在讲，要跑到县政府去做什么做什么。我说我在救帮助人家，那不能想很多了，太多了讲不完，就是救人就是救自己，所以我才能够。平安健康，一关一关过啊！身边人都帮助我们啊，干这么好的服事，这个地方刚好就有这么好。街道上啊，所以困难的原因有很多啦，都有啊。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帮助到你，要帮他找工作。他出去是不是要回那个陈姐他们回来啊？上课啦啊，中间有什么问题就是帮忙啊。我们道长有，佛堂有年度轮值表了哈。他年度的大部分这个形式，他也希望各个讲师能够学习留恋的啊，所以有时候那个道务主会带说，哎，办到你们要不要来？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机会，毕竟有职务才来，没有职务我们可以来好关心哈、哦。啊，这样业力啊功德才能业力消了，我们就顺了哈、哦。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和和共事，和谐合作和平哈、哦，然后感恩再感恩哈。啊、最后就是希望我们知道这个道很好，相信道的宝贵，可以超生了生。那我们发愿发无量愿，啊，度九六缘佛，当然度有缘的人哈、啊，有缘要跟他讲啊，那要不要修，要不要选择他的事，但是我们要尽心哈。啊，最后就是说，千万个里面不如一个实践，就是要去实践，要付出行动。那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，然后以后回天的时候。就可以有功德，然后回去顺利的回到天上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就是有什么地方或者是我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讲师多补充指正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好。